哎，这俩盘子多少钱啊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晚清的。这底怎么这样啊？嗯，清晚期的酒瓶。嗯。什么毛病啊？就是有一个小金六。哪儿呢？看不出来啊，你能帮我指指吗？我就没看出来啊，哪有精油？在这儿。哦，那这都有精油了，这多少钱啊？这个？这个1500吧，1500。还弄个几百不就行了吗？这晚清、民国的这个，这就民国。呵，行，那你这两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呢？这个这三位数吧，行吗？三位数不行，三位数不行。最低价。重新试一下。我都要这么多东西了。重新试一下，就那两块盘子价吧，也是1000。1000我就要了。不要，就1000，1000能成？我这都听你的了，这1000给我吧。行吧。哎呀，我来一啤酒瓶。你这个东西能不能便宜？能便宜我全要。那行，那就成交于这个吧。晚清啤酒瓶，实际上这应该是倒那种白酒的吧？这过去。白酒的，木塞的吧，这种都是。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。是，这就是老百姓用的。不过这器型真的挺少见的。行，今天又收一块这个啊，接着看。